春节，然后12点上那个放完烟花之后回家都会吃奶奶煮的一大锅汤圆。啊，汤圆过年的时候、啊、团团圆圆。团团圆圆啊。啊，所以王小二过年的时候是要吃糖吗？糖是要吃的，就是招式预示着新的一年甜甜蜜蜜。甜甜蜜蜜。对，哎呀，小朋友都爱吃糖。